唯一的线索就是吴邪这张脸。因为吴邪本来就是该来的人，他才是九门最大的后手。或许只有吴邪是真正能够找到九门秘密的那个人。九门到底隐藏了什么？如果这是我与生俱来的使命，我倒要看看这使命的背后到底是什么。 终极笔记，欧华剧台自选服务即将上架。 使得甜蜜科技的危机全面爆发，我们会对法定继承人进行债务追溯，1.5亿。困境面前，自强不息。我自己的事情也自己扛。你们放心，都按欠的每一分钱我都还，你没有实现的愿望，我替你实现。谷底翻身，人生真系充满希望。我善意的提醒你，这是犯罪，你这样会坐牢的。甜蜜星期一至5晚9点半，欧华剧台。